弄伤这个肌肉。等一下，我可以。哎，我怎么夹不起来？我不及格是不是？好，再多加努力。好。全联生鲜怎么来？全联带你怎么玩？二厨带你去旅行。每个食材的背后都是一趟最新鲜的旅行，带你解锁生鲜产地，跟着食材去旅行。Hello， 今天开场先来考考大家，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背景音有咕咕咕的声音呢？没错，我现在身边就是有一堆鸡。今天记者来到云林的元敬庄总公司，要带大家来一看究竟他们的人气商品巨骨油鸡腿到底是怎么来的哦。Hello， 陈科长，我想问一下，这鸡舍里面没有这个臭臭的味道，为什么啊？因为我们那个智慧4.0系统，它会直接透过通风去把里面的不好的空气排掉。像我们外面天气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启水帘，让它去蒸发冷却，降低鸡舍里面的温度。了解。那我们这个小鸡在这里会生长多久呢？我们大概是养到90天左右，然后看体重规格，然后做完药检之后再送去电宰场宰杀。经过专业的检验，确认合格之后才会屠宰。接着我们跟着张经理的脚步，穿好全身配备，做好消毒，进入加工厂，来瞧瞧制作去骨油鸡腿的重头戏。哎，张经理，这里是哪里呀？好，这里是我们元敬庄的油鸡线的分切处理室。我们这里会做到的步骤呢，有去胸、去翅膀，以及去我们的大腿骨。它会使我们在地心骨的部分先去掉，使我们那个家庭主妇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它可以很方便的分切就可以上桌了。而且我发现这边你们都是用人工去选去挑的，是吗？对的，我们是用很传统的人力去对它进行人工的去骨，所以没办法像其他产业这样使用机器大量的制作，真的是用大量的经验跟劳力来做这一个产业的。了解。其实我刚刚走进来这边，觉得这边比较冷，这个在温度的控管是不是有那个就是有控管？对，是的，在我们加工的现场呢，我们环境是控制在15度以下的，它的目的是为了要避免微生物的滋长。看员工们熟练的模样，不到几秒钟就完成分切去骨，我也忍不住想来试试看。张经理，你现在是要来带我拔鸡毛吗？对，我们要先从最简单的这个步骤开始执行，因为前面的步骤呢都会大量使用到刀具，而我们现场作业的婆婆阿姨呢，全部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。拔鸡毛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，我应该是没问题，马上来体验喽。这样有吧？有。好，经理检查一下。还是还有还是不行。我不及格是不是？对，还要再多加努力。好，多加努力。原来看似简单的拔鸡毛，可一点都不简单。张经理对于品质的把关绝不妥协，每个步骤都坚持要做到最好。哎，张经理，我们这个鸡腿啊，经由这个人工去骨之后，就到最后一个步骤了吗？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呢，是我们的全自动包装机。它相较于传统的包装机有两大优点。第一个优点呢，是我们人工的作业速度增加了很快。第二个优点呢，是它相较于一般传统的三封袋袋型，它在放进去的时候不会造成袋口的粘黏，哦，感官比较好，大大的加分。就看起来很干净又美的这样。对。哦，了解。注入机油，真空包装，再以人工审视完整度 ，OK， 没问题，才会贴上产销履历标签，送到消费者手中。张经理人很好，他直接现拆一盒，要让我们吃吃看哦。对啊，我们消费者买回去的去骨油鸡腿呢，它就是直接解冻之后直接切片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使用了。那我吃喽，这看起来超好吃的，超好吃。赶快，摄影你要不要 ？Q 弹鲜嫩的去骨油鸡腿，好吃到连摄影也想赶快尝一口。以智能培育，经过层层严格把关，才能送到消费者餐桌上的美味。不仅吃得开心，也吃得安心。每位成功大厨的背后，都有一位备好食材的二厨。全联拥有众多二厨，为您把关食材履历。替你贴心备料，让你看见新鲜，吃尽新鲜。